这家伙跑到这铁丝网这里来，不知道是觅食还是在这里凉快，挺漂亮的。摸摸它，哇，挺滑的。这条是白鲟哦，这是一条白鲟竹叶青来的，它可能是追猎物追到这里来的，它是吃鼠类、蜥蜴还有鸟类的。还有遇见了千万不要随意掉头的哦，被它咬到非常疼痛了，要是被它蛀毒量过大的话也会致命的哦，千万不要模仿。这家伙跑到这里来，这里原本是养羊的，现在不养了，这些铁丝网就是围住这些黑山羊的哦。这家伙挺漂亮的，只是颜色有点变，黄黄的，千万不要模仿哦，看看它。嗯哼，嗯，黄脸婆，得了，不打扰你觅食了。嗯，上去了，来到老宅这里呢，哦，都烂掉了，荒草丛生了。嗯，这里还有很多那些霹雳果，哇，这房顶都烂掉了。这里白天有很多那些松鼠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蛇这里。这里原本是有几户人家居住的，在十几年前就搬走了他们。哦，还有很多柴火，很多柴呢。啊，一只老鼠都没有发现。白天有很多那些松鼠的，晚上都没有出现。还有这里很多那些黄蜂居住的，连只蜘蛛都没有这里啊。嗯，出去了。这家伙和这枯柴融为一体了啊，不注意看的话还不知道是一条蛇来的，要不是它动我都不知道是一条蛇。看得出来这是一条什么蛇吗呢？这头部像个叉子一样，那里上面就是山了啊，它可能是从上面居住的下来觅食的。这是一条紫砂蛇，前段时间我见过一条了，而且我把它拿到野外去的，这条可能是他们一家人来的。啊，这家伙千万不要模仿啊，这是一条微毒蛇来的，它有两颗前扣牙，它是觅食树蛙还有蜥蜴的啊，它的毒素是龙血毒的。啊，这家伙微毒蛇。嗯，里面太荒了，钻进去了。慢悠悠的，在觅食蟋蟀还有那些壁虎哦。不动，哎，动了。这家伙很像一条剧毒蛇，幸好它是一位毒蛇，不然我要把它拿出去了。而且这里很荒，我就不把它拿出去了，就不打扰它了。
房子都是烂掉的。嗯，出去了，不理他了。嗯，烂房子。这只不知道是什么蛾虫哦，突然飞到这芭蕉这里，这只白垩高脚蛛就把它抓住了，太牛逼了！这两只家伙啊，在搞什么飞机啊？粘起来了它们，不知道哪只是公的，哪只是母的哦。这两只。是斜纹天鹅来的，这是在交配啊。他们在交配的时候，交配完了就把蛋产在这些叶子上面的，比如那些薯类啊，还有这些玉米啊，还有其他的叶子，都被他们产卵的。他们的幼崽。是叫那个豆丹哦，像那个糖宝一样的。嗯，一般蛾虫的粉末都是对人过敏的，我就不碰它了。这里有一条小家伙在觅食，太小了，和我的手指。围子那么大，这是一条小金环蛇来的，看清楚了没有？是大毒蛇之一哦，神经毒还有心脏毒素哦。遇见了，千万不要乱碰它。嗯，哎，钻进去了，正好给你们对比一下呢啊、哦，太小了。只拍摄不抓捕啊、哦！野外蛇类都受法律保护的。嗯，一般这么小的也是会排毒的啊、哦！不要以为它小就随意挑逗它啊、哦，咬到人也是会致命的。嗯，好了，回去了，感谢你的点赞三连支持。